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21号下午1点，我马上要坐车去，怎么对着厕所？去 Penn Station。过完圣诞回来，我在纽约再待一周，就会去巴西。今天我自己卷了这样一个泡面头，哎，因为我的这个额头很高嘛，其实我想剪一个刘海，但是因为我这儿有个旋，所以理发师说，就是我不一定是那种想剪就可以剪的人，就有可能是剪不了的，就是因为额头上有这个旋。今天纽约天气，现在出门了，并没有下雨，我又被天气预报给欺骗了。好多地方都已经挂上了这种圣诞树的装饰。我靠！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已经到了车站，已经在候车的地方了。我是打算坐3:07的车，但那工作人员跟我说大概是要提前10分钟的样子，那个系统才会提醒你说你那趟车该在哪个地方改，所以我要在可能3点的左右冲进去，要是赶不上就只能等下一趟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，不知道里面情况是什么样。你看我这手太抖了。但是 rock 在读也可以啊。对啊，我要是没事，这样子，这样。看它的箱子是有多大，就是跟我的比起来，double size。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表妹。表妹？对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其实不太好意思说。但是就是要脸皮就是要厚。对。我忘了，我又忘了。然后这会不会太多呀？不要太多，这多太多了。这有，我就是觉得我手有点抖，我在想我要买一个云台，买了万一又开始不想做了。对啊，尝一下，然后把它炖成鱼汤，炖一个。好香啊，这个好不像，就不是那种油醋的感觉，就是有一股香香辣的。阿姨做的这个好吃，这个我都是不吃，今天中午没吃饱的话就要吃这个，现在不能吃了。双重镜头对着你。非常好吃，我把你的笑声剪成一个鬼畜吧。这也太好吃了，哦，好香啊！真的闻到。现在准备睡觉，准备睡觉，哥儿拜，晚安。明天我出去。今天是阴天，哎，但那一块感觉马上要冒太阳。待会儿说不定会出太阳，那就是上帝的眼睛，就是这个架势。对，刚刚还想走呀。耶，这我还没有真正的哇。最短的距离，最亲密。汽车声打破宁静，听得见却看不清，突然安静。就是现在，影厅不让我们。不让我们拿车的进去，我们打算武装。你小心别直接撒在那。你那个盖上了再。都盖上。快点看我的明星。这都不拿了。快看我的明星。不明显，走吧。这个吧，17是他吗？哎，哦对，17。哎，我是。It's who you're meant to be. It's you were meant for me.这个眼镜儿要放哪儿？我的吗？嗯，放到后面。这位说着要学习的人，这怎么就无聊呢？
就是非常 precious， 知道吗？很珍贵。谁会做？他说，给孩子们来个玩具。哎，公司面试啊，所以他有剩余位置七八百个人招聘，但他都是。今天是这位少女的十八岁生日，来 say hi。我又有高原红了，是你跟喝多了一样。我很讨厌这种。You know those matches are so scary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Jeremy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今天是12月22号。今天的 vlog 已经结束，吃吃喝喝看电影的一天，明天可能就待在家里或出去走一走，然后就是平安夜了。